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称，当天针对伊拉克、叙利亚两国驻有美军的4处军事基地发动了6次袭击，其中3次袭击针对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机场附近的一处军事基地。声明当中还称，伊斯兰抵抗组织自6号凌晨起对叙利亚哈塞克省西部城镇塔尔拜达尔附近的一处美军基地和叙利亚东南部坦夫地区的一处美军基地使用了不同武器进行直接打击。